许叔刚刚有提到那个四五种抗生素里面，阿莫克跟那个四环霉素，对，是这两种抗药性最低。有试过那个四环霉素吗？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好，大家比较，实际上这两种抗药性都很低，可是四环霉素比较少人使用，因为四环霉素它有一些缺点，就是说它常会造成一些恶心、呕吐，它副作用比较多。那另外的话就是说，如果用在小孩子，它可能会让牙齿变黄，所以说它是有一些副作用。那少数人有时候造成肝伤害，所以四环霉素现在用的比较少。阿莫克西林就是很常用那它的副作用大概也蛮少的，所以大家在这两种都可以用的情况下，目前做的都是使用阿莫克西林。